妈的小，好像陈律师案不？陈律师案，你哪能反正就在冰箱下面打汤啊？你讲你没到好个呀？屁！屁屁！你讲你没料大到。从头到尾齁，我没有说，我没有一直说你什么，你的店三个月就会倒，请你把我讲这句话的证据拿出来啊！难道今天只准廖老大你去说别人吗？我现在想请问一下嘛，距今三个月多前，你在你的您在你的直播上说，管什么涨啊，不我红了啦。那您今天呢？你在直播当中一直说，我为什么一直提你？我凭什么提你？我为什么要一直提你？那我他妈的，我今天请问你廖老大，所以你提我是可以的，啊，我提你不行。你上个月讲我可以，啊我，我之后我提一下你，哇，你爆炸，你爆炸了，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逻辑？你可以骂人，你就可以提人家嘛，你提我嘛，你可以绕跪我，我不能绕跪你。所以这个网络世界，你真的是老大，叫廖老大，但是网络你不是老大，好不好？呸，你不是老大啊，不是你有你会呸啦，我也很会呸呀、啊，呸呸。通常我要呸的时候，我就是要洗菜瓜布了，哦，洗菜瓜布了，呸呸呸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对对对对对，哦，我们来看一下廖老大哈、哦，他一方面说自己呢很有智慧。一方面呢，怎么让中天去射洞哦？这个就是呢，他认为啦，他为什么现在那么生气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让中天的记者去挖洞跳，所以他认为呢，中天的记者问他的东西是阿管嘴巴讲出来的。事实上，我跟你讲，廖老大冷静，叫你的随扈，叫你的哦，更正不是随扈，叫你的助理，叫你其他员工，你去看我的直播嘛，我有没有讲过你三个月一定倒这句话？一定倒，我有没有讲出来？没有，我先了解一下。你说你是在店租啊买的啦？你莫讲你店是租安尼，你莫逐家拢买的啦？都倒啥潲？点咪点咪啊？你莫点啥潲？讲到外敖，拄外敖，台湾之光，我咧呸啊！台湾之光，啊你是要甲阿拉相争啦？你先看嘛，你甲阿拉出一支嘴只，无输赢啦，来相争啦，来阿来你抬来啥潲啦？我无，我看去甲伊争，啊你唔去，我二样去甲伊争，看争会赢争袂赢？唔敢讲争，讲到外敖，拄外敖，内无争光，我咧呸！你为他的争功啥想？你别廖老大讲啊，打过就打过啦，青菜头无办法就该输赢，拍到赢为止啦。你别破纪录，即摆逐只紧紧靠阿拉来搞破，你咪阿拉唱歌有材料来搞破，你后再等伊啊。这叫做为国争光，菜头也出气啊。你出一支嘴啊是啥想？我来小蒋啊，来啦来啦来啦，我让你几棍啊！真看卖，出一支嘴，呸！为国争光，台湾之光，你有啥资格讲台湾之光？你为他做过啥啦？啊！你讲你敢来唱赌过？唱赌大家嘛要抢，我不要去抢哦。你不要皮汤买当抢一听。事实上，廖老大，我没有说你的店会挂哦，撑不到年底是说你的流量撑不到年底，那没有关系啦。当然你要说我说你店倒有那种意志也 OK 啊，也 OK 啊。反正你讲话我听不下去嘛。那你说，哎、欸，馆长，你的意思就是说我的店会倒哦？那今天就算说你的店会倒，请问一下又怎么了吗？你今天要受各位的批判，我今天我馆长，我健身房也大家都说会倒啊，那我不就要都去告？你有没有一点知识水平，或者说法律水准啊？你应该要请法务吧，问一下律师，今天是我可以告你，还是你可以告我？我律师说我可以告你耶，因为你整部片都把我的名字，我跟你讲哦，讲话要艺术一点，好不好？反正你告我嘛，我就告你嘛，啊，反正大家吃瓜观众就看得开心嘛。